来向各位解释一下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现在的时间呢，大概是6:30多这样啦，然后是早上了。先开风扇先。So，来回提刚刚为什么会这样早醒呢？那是因为，在我之前影片我有说过，12月24号。我一个聚会要参加嘛，YouTuber 的 family 聚会，所以没有错，今天是23号，明天就是大聚会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就要上去吉隆坡啦。说为什么我会这样早就要出发呢？原因是因为我家人是安排有旅游给我们，大概4、5天这样子啦，就是 for 这个 KL trip，然后还有去别的地方啦，就是大概4、5天这样子，然后也顺便给配合我这大聚会的日子。And then，我就想要拍一个 vlog 啊，负责大聚会的啦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啦。可是呢，我就不打算再拍完这整个 trip 的 vlog，我就单单拍这个 YouTube family 的大聚会的 vlog 吧啊。这样啊，我爽啊，我的 video 啊，我的频道啊，你可以怎样？So，接下来的画面就是跳到24号的早上了啦。So，我现在在那个楼酒店的电梯那边啦，然后等一下吃完早餐就要去米贝里米他们聊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米贝里见。So，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对吗？为什么我刚刚说24号的画面为什么又跳来这个我的房间这个画面了？So，我现在想跟你们解释了，对，因为我实在太在意众人的目光，还有以及我家人的目光啊，所以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大庭广众下拿着相机这样子来 vlog 了，就变成了我之前前面拍的东西全部都变成很垃圾啦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打算公开出来了，因为真是西北垃圾啊，所以呢，我又打算像上一次 vlog 这样的形式，用讲话的来呈现这部 vlog 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想大致上了解一下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这里上面呢有一个 playlist， 就是一个播放列表，给你里面的 video 呢是全部关于那天聚会的一个 vlog 这样啊，所以呢你们可以去看任何一部影片，都可以就可以大概知道是怎样啊啦那个情形。So 一开始呢，我就是当天24号我起床了过后，我就吃了早餐，吃完早餐过后就直接去 Meet Valley 了啦，就是去那大聚会现场啊。去了大聚会现场呢，就是。然后就听我们的 leader 讲了啦，我们就听我们 YTFN 的 leader 的一些致辞演讲这样子啦。可能有一些人啊，跟大多数他们是觉得，因为有文王爷在 YTFN， 所以你们才会认识 YTFN。可是我不想要这样子，我想要怎么样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创办 YTFN 的宗旨，我们的 target 是有一个吧，我们创办 YTFN。我们是要人才，我们是要培养人才，我们是要讲难听一点啊，红人。我们要培养人才，培养到他变成红人为止，给他更轻松的来去赚钱。我们可能教不到你赚钱还是什么，可是我们唯一可以给你的是一个品牌，一个 video editing 平台，或者是一个拍摄 video 的平台。我是希望所有 YTFN 的会员，或者是有兴趣想要加入 YTFN 的会员，都可以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 YTFN 不像别的团队，我们 YTFN 的 logo 一只独角兽，但是你们有看到为什么我们放独角兽？只有这4个字可以解释，独一无二。
我相信每一个 YGFN 的团员都是独一无二，他们有自己的风格。过后呢，就听到一些 VIP 们讲自己关于做 YouTube 的那一些心声啊，还是经历什么。我真正做 YouTuber 是一年了，但是我的 YouTube 频道成立了十年。十年我到了我的 YouTube 现在有150多个视频，我差不多是到了100多个视频，我的 YouTube 的 subscriber 才破1000。所以我觉得做 YouTuber 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真的是要坚持做下去。如果你不是所谓天才型的，一做 video 就会爆红，你真的要坚持。My Ruben 跟我是同时出道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同时，可是那个时候他比我强，到现在也是。没有啊，差1000啊，随时就告诉我呀。没有，有钱不是贱的。我做了 YouTuber 2年，一开始我是先做 gaming 的，因为那个时候 gaming 就是走到很前。所以我就开始做点名，到现在因为点名就我们知道松盛他们就已经被抢掉了，就没有人很难再做点名得到观看率了，所以现在我就慢慢开始拍 vlog 啊，就露脸了。我做了1年多啊，可是一开始呢我是完全不会的，我也是从手机开始拍第一部影片，我也是从手机开始剪影片，那影片第一个影片我已经删除了，因为画质太差。但是讲拍摄很难，但是拍摄是难，剪接更难。从11岁开始拍摄，是因为给家生影响到了，他想拍我就想拍，就这样好奇了，然后就没有心情去拍游戏。可是就没办法，因为有观众嘛，所以就继续拍。就慢慢累积，让观众下来，然后就一点点去拍了。做 YouTube 了，大概2年样子，然后一开始是过完之后我就完成了，然后就慢慢这样开始认识钱。Beatbox. 先唱点高音段的中间啦。简单点。来，鼓掌，鼓掌。过后聚会结束了，过后就是给观众们跟我们这些 YouTuber 拍照、拍 Vlog、签名等等之类的啦，就是做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啊，就自由活动这样啦。Hello， 终于见面了。Hello， 我喜欢看他的 photo。谢谢你。确定好，唐嫣。我是唐嫣，可以来见我。你几时来就找我？有时间就会去找你，太靠近了。对。明年，因为我今年12月很多活动，上个礼拜才参加活动完才，然后就待一边了。OK， 再你来这边找我。OK， 拜拜。这不小玉咩？小玉，小玉 ，Oh my god！ 我要签名。等一下，来，那里有。来，有什么话讲啊？其实。矮是没有罪的，讲真的。哎妈，你真的！我是为了机会特地穿增高鞋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有人的。在。来，你上去。嗨。嗨。所以。定义下你把小玉。我跟你们说，矮是没有罪的。麦洛，不要叫麦洛，叫你一起。麦洛在那边，我们三个，这个跟我同岁，怪你们是我。跟我一起过1000，然后你看高度，没有你自己先啊，你看你自己，哎呦，骗观众了，可以这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请问你是面包吗？我是面包，嗨。请问，这样子。
这样子 Simon 出来就是史莱姆啊，穿史莱姆，史莱姆，穿出来了，回去，老哥，老哥，关掉了，老哥，确定哈 ，Thank you。哎，买肉饼，买肉饼，这是你哦！哎 ，Oh my God！ 哎，我要签名，签名，签名，签名。哎哎。哎呦 ，sorry， 认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好，不然。Rex， 所以你是 Rex 吗？因为我面部哎。就看我认错了。看我是还在那个桥底下啊。桥底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我下面两点半。啊，还没到。高呢？高呢？还好吧？打篮球，打篮球。啊，我踢足球。你是所以你是兵力了是吗？我是兵力了啊，可以当朋友也可以当粉丝啊。跟兵力很熟啊？算很熟了，还好。比较好。不方便公开。啊，兵力严格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要读出来说到底是怎样？什么怎样？还好。真的，就真的是有发生一些事情啊。那个。哎，都市传说，问他都市传说。啊，就是那个受害者。什么我？我很帅，强爷，嗨，所以杰哥你很帅吗？真的吧？所以你感觉到怎样？哇，感觉到很爽啊，很爽，啊，前所未有的感觉啦。刚才在我，就这样子哦，然后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啊，这种东西。我们是有文王有我才敢尝试吧，没有文王有我不敢。要唱小鬼王，追叫鬼王哎。鬼王是谁来的？鬼王。超超吃东西啊！所以你是 Alan 吗？我不是 Alan， 错了，错了。啊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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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是马来西亚的男生，我今年15岁。哎，余力，15岁。不要讲了，你自己在那边蹲着。哇，30岁了。那边蹲着，那边蹲着。个屁！所以，那个170你。啊，没有170，我165啊，屌丝啊！哇！这个天然你想高啊，你一定是想高，你180啊，180啊。没有这样矮，没有这样矮的，也是属于。所以就是 Anson 长高啊，对 ，Anson。所以也是15岁啊 ！Oh my god， 这么全部15岁，表象可高。哇，然后4个15岁也比我一个这样矮。哎，我13岁吧，喂。喂，你走开，走开。13岁。我6岁。我差点就忘记你了。他是帮我做那个封面最帅的那个人。大家好，我叫 Danny。所以你是混血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 100% Chinese。真的？是 100%。对。哦。很多人会以为我是掺的，是因为我皮肤，其实我是 100% Chinese。对。所以天生黑啊。哦，厉害两票，哇，很多粉丝，所以你是讲英文，很多没有粉丝，教也可以啊，所以就说英文教也成，我先说啊，不可以 ，OK OK， 哎，麦乐冰块有刚不是你等。那就聚会结束了过后，我们几个，我们这个 YTFM family 这个 group 呢，就讲就围在一起讲一些东西这样子啦。过后呢，就各自回家了啦。那这就是这个大聚会大致上的东西了。然后我也很感谢愿意花一点时间出现在我影片的所有每个 YouTuber， 我把他们的频道链接全部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那边。所以呢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订阅他们的影片，全部都是很有 quality 的，都是 best 的啦。然后呢，我答应你们，下一次我一定会呈现一部真正的一个 vlog 给你们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啊。我一定会摆脱那些丢脸、那些什么在意的目光，什么 blah blah blah， 全部抛弃掉，拍一个真正的 vlog 给你们了。所以呢，就希望真的是一个真正的 vlog 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喜欢影片，把安哥喜欢，并且分享让更多人知道。如果想看到更多影片，就是订阅我哦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不妨到我的 Facebook page 按个 like 来获取更多信息。如果要追踪状态，还是看我播一些绯闻啊什么的话，可以拿着 Instagram 去追踪我 follow 我。对了，就除了小功能，就点开小铃铛，你按进去的话，旁边播视频都会第一时间收到。还有，我们今天年底目标是突破1500订阅，所以赶快分享视频给朋友，让他们看见我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